嘴巴。第一次男生会紧张。我掉你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谢谢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 All in Five， 我是陈恩，我是周威，我是杰明，我是玉成，我是博安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All in Five 的频道，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All in Five 的培训过程、幕后花絮、生活趣事，还是各种秘密，只要密切关注我们哦，记得不要忘了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。We are All in Five， 正片即将开始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要请我们每一个人，蛮从不安开始。没有，而且这个是玉成自己讲的，因为没有吧，他都可以。本来想说可以请我们喝饮料，哪里？你不是说香吻吗？有吗？我讲有啊，有啊。口水，他很含蓄耶。那你要舔嘴唇，然后让他湿润一点。好，换一位，下一位。你可以自己过来吗？我好累啊。这不是礼物吗？干嘛那么痛苦？这位，没有，这位他是享受。他其实是，他其实是享受的。表情不好，下一位。你不要不动力感觉，我突然有点。那耳朵，耳朵，耳朵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每一个都要往下压。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不能闭眼睛，你闭眼睛。不要，不能恐怖。我们要